是可能会比较像猫奴。但感恩主席敲锣一式，咱在这个美丽观音山淡水河的面头前举行2000年淡水文化五月这个活动，非常欢迎大家，感谢大家来做伴。淡水是一个非常有名，在309乡镇中最有特色的地方，而现在捷运开通以后，更带动了交通的方便。这里有山有水，有过去的历史文物，包括洋楼，包括红毛城，也有最新的淡水站，而也有淡水的老街，从看的、吃的到玩的，哪行都有啦。淡水文化基金会对咱的乡土、对咱的田土地疼爱，所以大家共同关心打拼，为咱的所谓地名来推动、来重视、提升咱的文化生活。所以我再次感谢所有的大家到三江的工作，大家真付出。Thank you.
时候，有时候不我不相信你在那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只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心都看透，我望着天的指点和彩虹的边界，到达那里。回到童年，总是那么花。
这个所在要征收的范围来先来讲啦吼，目前你以后所有的面吼，我来全部拢来掀开，吼，油漆来全部去擦，你要看到底啊吼，才全部定型起来。啊，漆啊个全部爱提掉，表面的那个粉刷材料，我们希望这次的整修吼，下一次的整修记录会希望是把里面的底材全面做一个完全全面性的判定。然后最后要做的动作就是后面那个拱墙下陷的原因，要把它实际把它找出来。目前大家知影，地基是陷落，我地基陷落是咱即马看的。另外我来位边啊吼，来个位看下，看是不是下骹有是啥物物件要造伊无。然后我们再看这边的窗户，这边窗户蛮有趣的是它的五金吼，尤其是边啊这个物件是你做做袂歹的物件，哦，它五金零件留得很棒，感觉就是一个转折，而且很顺的就会，没有很繁琐的一个线条。我们在小白宫看到的建筑线条，只有最复杂的都只有在哪里？在门斗，在门厅，它是门框的一个收边哦。里面的会更复杂，所以我们在推测里面的那些门扇可能不是旧有留用的哦，里面的门扇是更复杂。那所有里面的空间建筑线条都蛮平整，相当平整，而且很单纯的朴素。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原有树种全部做清理，现在都那个东西都清理好，就交包给。那后续的，那这围墙，你在保存？目前围墙我们只判定它有两种构造了，一种是在前面这个鹅绒条的红砖，啊，另外其实是那个日据时期的一个红砖呐，这大概就两个建材，其他的都是后期补建。它不把它设定是一文件的东西在使用，它设定的所有环境随时都可以用，那只是我们用哪些方法来设计的。因为文化东西本身都不可能。喂，很痛。等一下，哥哥。一局最后的胜负，到时候要再有恐怖啊！大哥，大哥，我再等一局。那么今天小白宫这一场研讨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小白宫的再使用，能够做第一步能够做得好的话，我想这样的经验可能会作为将来很宝贵的一个经验。所以今天大家来关心这个小白宫的古迹，我想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我早起在买早餐的时阵，都有听过啊，都人讲讲哦，讲真闹热，哦，真闹热的安尼。那所以我们真的也共同其盛哈，非常高兴也能够参与到这么一角哈。文化的关心呢，不在于人多哈，就几个有心的人已经就足够了。我住在淡水，我也认为以淡水为荣，就是淡水的古迹啊，真的是非常多。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很有效的来利用。像马街啦，像谁，虽然是阿东啊来讲，但是一对台湾对淡水的那个爱心，我看袂输咱哦。你看人迄带病婆啊，哦，啊囡仔生生的送等于伊的国内读册，读完国外国外带过来，所以马街因囝嘛死的淡水，嘛大个啊，马街的孙啊啥物，拢在，马街两个查某囝，都在伊的房啊边，哎，国外拢阿多啊呢，啊但是人伊吼，伊要国外死的淡水，哦，这不简单哦，而且你看伊所作所为吼，确实是对文化交流，你会讲啊，伊是基督教文化，但是咱嘛会想，伊是一种的交流嘛。啊，到加这个十九世纪一八多少年的时候，英国人盖了领事馆官邸，还有传教士马街盖了姑娘楼、牧师楼、马街的主体、传教士主体，这个华雅各住宅、华雅各医生然后白教堂。之前还有一个教堂，还有国语礼拜堂，现在那个都是教会盖的房子啊。小白宫的大的本体的结构，你分析来大概是没错因为这个整个是跟那个运动体育馆是一样的砖块就是跟体育馆那边的砖块。当然这个灰缝可以做一些分析那些洞架探光也做了仔细。因为小白宫后来有一些文化团体，因为在文件会开会。所以当时请他们一起联署，
然后联署书就送给内政部这样子。当然又牵涉到说，那个整个古迹的范围是多大？那同样的问题也是在小白宫它的范围多大？当然后来也有说整个埔顶的古迹的啊史迹文化区的整个规划。那这个事情在那个周中行他有接过一个计划案，有调查报告书，让这方面更落实更好。那黄老师对整个埔顶也有一些规划案，大概下午也会谈到。每个古迹修复的审查案会找两个历史，两个建筑专家，这两个建筑专家有可能其中还会加一个建筑结构的一个专家来评定这个东西，但目前还很少找当地的一个有心的人士一起来，这个都还蛮少的。我想这是以后我们大概整个业界会去推动这个念头。整个台湾的古迹或历史经验面临到最大的就是都市计划，那当它变成一个工具的时候，好，比如说像那个道路的，我们之前所抢救的这个淡水的中正路这样的一个运动，中路拆掉之后，其实我觉得当初我们会觉得应该保存哦，当然不是说很浪漫，而是说其实你一拆哦，大概后面这些房子都不见了，因为不会说只有拆一个皮的，哦，那整个房子它就开始改建，所以那个一拆的动作哦，其实整个，我想现在这件黑色的大家都已经大概80%大家都已经拆掉，哦，所以那个整个对地方的这种历史建筑的影响哦，绝对不是只是拆一个路哦，它其实是整个让这个这里的土地经验哦，全部做一个很大的改观。我们应该把这个收回哦，来做哦台北县的橱窗呢哦，因为台北县底下房就无人看哦，啊不如哦啊拜托来点那个铁来挡水哦，啊挡水就是了起草，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把这堆人怎么带到小白宫，然后带到小白宫就等于带到红帽城，将来可以带到那个你们所要的驻地计划，就是邀请国际的艺术家来这边跟当地的居民来进行互动，然后艺术家必须提供一些交流的课程啊，然后跟就是比如说对当地的居民做演讲，然后跟他们有一些活动互动性的一些活动，国外来的艺术家也能够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这是他就是活动中心，就是原来小学的外观。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经营的方式来看到说他的成功是不是对这个城市提供一些城市发展或者是文化政策上面的影响。其实这个研讨会它只是一个开始，那未来对那个埔顶地区的一个整个风貌的一个形成，甚至未来如果要定一个所谓的地区风貌的特定区哈，那事实上，在这里面除了公部门以外，那还有民间的各社团团体，那甚至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一个居民啊，事实上要形成一个所谓的那个营造的那个气氛，那在未来这几年里面呢，可能类似这样的研讨会或者是讨论会会不断的在举行。
Thank you.
大部分的时候来都是需要启蒙的。那也是个他讲的话，我们很感触，因为我们人在这里，就这边就一直讲。那昨天像上午的时候，因为我们出去带团了，比较不晓得这样，那也就是不晓得怎么来回答，来问问题就好，你问三年你可以答我。机会呢，我们也请我们的画家们呢不吝指导，跟我们解说一下你的作品，请大家也不用客气，到后面呢就享用我们的茶点。